哦，很多车子都停到后面，古圣公生命纪念园区了。哦，杨医师呢？后来帮忙做交通指挥。4DP Chase。哦，前行前行都来参加活动啊！哦，好多车都停到后面，生命纪念园区有圣宫啊，这里前方一有圣堂。我们的那个伙伴帮我们放一下主持人进场音乐。20多年庆哦，你看哦，新义村圣道院的哦，这是里的里长啊，大旗里的里长啊，他是姓陈的，陈年里洗菜天下占一半，第一大姓，台湾第一大姓姓陈。学中学哦，后学地狱。要笑要笑，上台立鞠躬。要笑要笑。现在一和圣堂聚集超过50家以上的蔬食摊位，还有各式各样的纪念小物，更有能让大家提升福气的福田铺满，请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哟。蔬食，你讲不懂啊。蔬食摊位在广场的两侧，礼品区在面向我们圣堂广场的右前方。各位手中的抽奖券，投入的摸彩箱也在我们礼品区的第一个帐篷摸彩箱的位置。此外，64代祖师展，一楼大殿有国瓦展。佛堂右侧草皮还有孔夫子文物展，也诚欢迎与会的道亲朋友们到场参观。